需要纸张18个。我看一下，没有，你先拿，看有没有甘蔗，先直接跟他换那个，换一个起来，换一张，换一个绿宝石起来，这样就 OK 了。但是锁起来了吗？对，要快哦，因为有时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一离开回来，它又变东西了。他需要几张纸啊？24。啊，有了，够了。等一下啊，我去做一下。然后绿宝石跟加苏，这个绿宝石的数量是好像是5到60颗，随机。5到60颗什么意思？就是他，我现在他是换经验修补是26颗绿宝石，再加一本书。那有可能是起到5颗绿宝石加一本书。所以，好了，我交易过一次了。好了，那这样锁住了，不用怕了。所以它现在是26颗加书本。对，所以我们可以种大量的甘蔗了。我们可以种可甘恶。蔗农场，这样就不怕了。有没有？哦，它终于变了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奇怪，怎么还不变？想起来是那个床头要靠着那个，而且床头靠靠着着什么？书柜的原因是因为他床下的位置好像是固定的。对啊，好，继续弄。
嗨，有啊，我十六个羊毛，我想说就都，我还在开台，想说先就不先开麦，可是想想，好像只剩我一个了，那我还是打开麦克风好了。现在做地下工程，想让羊毛机自动化，不是自动化，就是。在收集的时候是自动化，然后我们就是自己剪自己的，不然我这样慢慢细细的好痛苦。欸，刚多少28？那个来自彩色的，彩色的可以用白色的啊，白色的可以用，可是现在很缺那个命名牌，所以先不要乱来。看一下哦，5328，好，2828。现在缺，要睡觉的晚安哦，感谢挂台，感谢来收看。28，原来14哎，16。那我隐约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金？哎，我不用关耳机，要在空调下。但哈基在弄我们的任务区，27、26、27、28。够了，自动甘蔗吗？那种东西应该交给影月他们吧。我比较喜欢，我应该是盖那种新的东西，就是影月他们不知道的东西。看一下哦，你在吗？18个金，8、26、16、12、34。音乐，我跟你要18个金哟。感谢，完蛋！
感谢海豚的100颗星星。可以用气泡助运送东西吗？可以啊，可是，你知道气泡助那东西运送啊，会耗那个。气泡柱那东西会耗，我要讲什么嘞？伺服器的那个负担，所以可以不用就尽量不要用，因为你那个掉落物一样也是会消耗东西啊。够不够欸，或者不够啊，但会卡住吗？不会啊，气泡可以补，不会啊。有要盖铁巨人塔吗？我、哦、现在终于可以开始看聊天室了。铁巨人塔一定会盖，只是村民不够多、哦。阿维嘎多，剪刀。嗯、啊，就这样子一个一个用，用很久。吃，我想说就是剪的话，就是目前先用手动剪的啦。那个现在灯贴稳定下来，再改成全自动的，那就是用我就应该会改成计时器的方式。嗯，僵尸村民。影月在吗？哈哈，你好，你可以带虚弱药水跟金苹果来我家吗？好，我现在回去。好好。那我们就是用吊杆，先用那个嘛，可以用矿车把它引，慢慢推回，推到影院那边去，我们铁巨人那边去。赶过来，赶过来！Thank you.傻眼！我想说奇怪，怎么听到一个声音很低沉？哦哦，原来我家这边还有矿洞。哇哦，还不小呢。晚点再来玩。哎咻！先盖住。
增加人口，对耶，可以繁殖了。如果顺利的话，是可以繁殖啊。防爆会防爆的话，那个还可以。杰瑞吗？杰瑞在哪里？嗨，杰瑞，我马上冲上去喊啊！橡木船应该早点放出来的啊，好险哦！嗨，哦，欸，他年纪小小，喉结就长出来了，嚯！先存一下东西哈。要漏斗漏进来，很小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哇，想说会不会铁不够？嗨，铁，还有挖这个就三个洞，然后漏斗漏到这边，把这个拆了。然后箱子放这里，做漏斗。感觉今天就很欢乐啊！今天也是有满满的精华可以捡的那种。我要干嘛？漏斗。然后箱子，不过今天可惜的是，我真的今天没办法看到聊天室啊。嗯，这样子。可是这样有个问题耶，这样看哦，如果今天这样子摆的话，那我哦控制杆按在里面可以，哦那没问题，因为想说那我控制杆要放哪里，就放按钮放里面就好了，因为。啊，那个之后再说啊，我先把那个金给弄出来，因为现阶段是要先让铁轨矿车可以用。木棒。再是铁，没跟到。盖头像先整地，不用吧？我们就盖在那个啊，空中正上方也可以啊。
刚好哎。在每个人的，自己影响几个啊？这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傻眼，就。两格，一格，用红石火把吗？不用啊，控制杆就好了。OK，漏斗矿车。我想说用那个比较器。就是东西存好之后，比较器再走出去这样子。可是晚点再来研究，下礼拜再来研究。我这个弄完，我就要先休息了。今天就到这边了，好吗？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有点一样有点累了。然后我的章鱼烧还没吃。好了，就大概是这样子。先盖个半自动的。我就可以随便乱捡了，然后自己收集起来。OK， 可以。怎么会乱喷？白痴，还我！对啊，这样子收集其实很慢呢。这样漏斗会被封吗？封什么？要做比较器呢，好啦，先这样子，今天先这样子。那靠，我有点担心这个死掉，把它包起来好了。图。不会吧，差这么亮。好啦，那今天先到这边啦，我要先就直接关台了，不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咯。大家晚安，早点休息，大家拜拜。等明天5点的精华吧，我玩睡醒再来。怎么堵住不露羊毛？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就是我后面会再改成那个，就是侦测你漏斗里面东西放完之后。放完之后，在那个
就漏斗里面，你看东西放完之后，等放完之后再往前推，不然这样子根本吸不起来。所以我要那个，我下个礼拜再来盖，因为要盖比较漆啊，比较漆要红石，要石英，我现在没有石英。啊，石英的话，要去出远门跟他们拿。对啊，所以目前没办法拿死因，不然就死了。拿的不是死因，就是我死了。我们凑整点吧，我们凑到七，不是七点啊，凑四个小时。没办法，等到有大量铁资源才能真的做自动化啦。现在只能这样做。现在缺铁儿，不够一分钟哦。好了，四点了，不是四点了，四小时了。那大家晚安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